哈里斯反击三分球命中进了。瓦辛斯基的这个补防很有效果，米歇尔三分球也进了。他原来的欧洲的团队的东西打出来，尤其是在防守上呢，篮下对莱特跟哈里斯，哎，这球漂亮啊，进了。哈里斯一个拉杆就刻意在外面投，米歇尔的机会漂亮，四个三分，哎，米歇尔一人是两个，然后之后米歇尔自己突跟怀特带来两分有效。怀特跟进的非常的及时，非常不好，四个都没有进。看看怀特自己来，好球啊！美国队打的放松，杰伦布朗，布朗再往外分，给到底角的哈里斯，无人看管，真是棒。怀特扑起来之后，这个球应该是给了这个连贯动作，两分有效，并造成犯规。特纳回来以后，在高度上不吃亏了。对，这球不错啊！这球特纳给怀特做了一个掩护。现在米歇尔是主控兼主攻，来机会了，交给米歇尔外线，准进了。哎，这个三分球啊，